身材矮小的男子鬼鬼祟祟在白色轿车旁徘徊，发现四下无人，立刻开了车门偷走里头一只手机，随后骑了机车加速逃跑。调阅附近路口监视器，有掌握到窃嫌所骑乘的车牌。接到手机失主报案，原警以车追人，找到男子经常出没的地点，但警方抓到人才发现，这名男子之前竟是一名演员。拿着扫把，画着夸张的大浓妆，这名男子曾经在林小楼的《桃太郎》电影中担任临时演员，但他因为身材受限，根本无法在电影圈生存，最后只好黯然退出。没有烟，然后想说旁边有前台轿车，然后想打开车门看里面有没有烟，然后发现里面有一只手机，就临时起意把该手机窃取。就他自己公身是目前是打零工为生。原警表示，这名男子由于没有固定工作，不是在庙会当波贝亚，就是四处发宣传单打零工。但昔日演员现在却沦为窃贼，让承办原警也不胜唏嘘。记者赖冠璋、陈昭谷台南报道。